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9年4月23号星期二，农历3月19。好，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，师傅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师傅，弟子给你请安，师傅。谢谢，谢谢。师傅，我想问一个亡人。他就是那个叫钟兆清。姓一个钟的钟。对。赵呢？赵就好像是一个赵，就是赵头的赵，是不啦？就是对，钟兆清，好兆头的，他是好兆头的兆，是不啦？啊，对对对，是清呢？清是怎么写的？清就三点水的清，清水的清啊？对对，钟兆清，男的女的？女的，他是2017年。我有点紧张，师傅，他突然的抖的。我看看啊，钟兆清，啊，这人厉害了，现在在天界呢。哦呦，感恩师傅、他在御界天。他是你的弟子，是、师傅。很好，他在御界天，个子不高，师傅，因为我没见过，这是我一个同修，他叫我给问的，师傅，师傅。好，谢谢师傅。我还想问一个师兄，对不起师傅，我太紧张了。我想问我的母亲叫焦素芬。焦是什么姓啊？姓焦，姓焦，焦裕禄的焦。啊，焦，对。第二个字呢？禄，焦素，吃素的素，分，一分两分的分。上面有草字头吗？有有有。啊，哪有没有草字头一分两分的分呢？焦素芬，几年过世知道吗？好像是很有二三，好像就可以了。好像就29年了吧？我女儿这么大了都。焦素芬，焦素芬，他不好啊，他上不去、他一直在下面呢。对，师傅，前一段时间我打通电话吧，师傅说抄到天上去。我这两天还梦见他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哪个地方做的。下来了，你们家里有人帮他烧纸钱呢、或者帮他做其他的一些法事啊？听得懂吗？对对对，是我姐姐、他们不信吧，师傅，我也不和他们接触，他们我给他东西他们也不要，我就在家念。昨天晚上好像又梦见下来了呀，我被家里人弄下来了呀，师傅怎么办这？所以我跟你说，这就叫缘分不好啊！你要是家里人有不幸的，就说明你自己本身的缘分还不够呀。师傅，我怎么样才能忏悔这个事情，才能帮助母亲？很难的，你妈妈大概我看一下啊，我看没多少时间要投胎了，哦，很麻烦的。而且他在等啊，因为你家族里边有一个人怀孕了，要怀孕了、应该已经怀孕了、要投胎了。师傅，我可不可以带求菩萨妈妈再帮助他一下？你看吧，你自己好好念经试试看吧。我也不知道这种事情不要说师傅了，菩萨都动不了因果的。是，明白吗？师傅，我还想麻烦看一下我家佛台好不好，师傅。看一看，主人属什么？几几年的？我是57年属鸡的。我前两天师傅我还看过你来。57年属鸡的，57年属鸡的，佛台还可以，蛮好。师傅，我家里好像有要经者，房子的要经者，师傅你再给看一下多少张小房子。在你家的右下角，面对那个客厅的右下角。师傅，家里的房子要经者要多少张小房子？不多，27张吧。好，感恩师傅。好吧，师傅，我再麻烦你看一下我打胎的孩子走了没有，师傅。打胎的孩子，几年？57年属什么？属鸡的。走掉了，
走掉了，感恩师父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能看了。师父感恩你，我的业障自己背，那个师兄的业障自己背。啊、师父我感恩你，感恩你师父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好，谢谢师父，再见师父，感恩师父。嗯。好，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嗯。喂，你好。你好。喂。嗯。师傅你好，感恩师傅、哎。感恩菩萨吗？嗯。地藏菩萨，感恩师傅。请讲吧。师傅。嗯。我请你帮我看一下图腾，我是69年属鸡的。69年属鸡的是吧？嗯。嗯嗯。我看一下我的大胎的孩子。69年属鸡的。对。69年属鸡的。嗯。69年属鸡的。还蛮好啊，蛮好。嗯。那个腰不好，腰啊，喂。听不见，听不见。哦，我听见了，师傅。哎、腰不好，嗯。嗯，是的。还有啊，眼睛干呐、啊，嗯。嗯，对呀、啊。还有啊，胳膊肘啊，有点酸痛啊。嗯，是的。嗯，还有啊，脚啊，有点发麻，跟手啊。嗯。要当心了，没什么大问题，但是要多念礼佛大忏悔文。哦。我现在。和我打通的孩子，看看啊，再讲一遍，几年属什么？69年属鸡的，我念了好多张小房子了。打胎的孩子啊，啊，你还要念那个小孩子，孩子经常回来。是啊。啊，你要再念，大概要念36章。36章，啊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我孩子和我。怨结很深，我念了很多很多道。嗯，是啊，怨结很深啊，好吧。啊，师傅，我念的经文质量怎么样？蛮好，蛮好的，蛮好的，嗯。你嘴巴不能靠近话筒一点的，刚刚前面不是蛮好的。哦。我的图腾颜色是什么？图腾颜色啊。嗯。图腾颜色。花鸡啊，穿点花衣服吧，稍微花一点，年纪大了也不要花得太厉害啊。哦，听懂了吗？好，听懂了。我想问一下，我的棉花怎么容易掉下来的事？我看一下啊，你号码讲给我听吧。19621。对不对啦？喂。啊，19621。最后那个字听不清楚啊。19621。一呀。二一。看呢，在看呢。太悲伤了，你对一个人太悲伤了，帮他背了。放哪个背了？你对有一个人太悲伤了。太悲伤了。嗯。退役了是吧？对了。家里有一个人，你对他太悲伤了，听不懂啊？哦，对你悲伤了。嗯，明白了吗？那我，哦，我一张比例是多少？27。嗯。哦。好了好了，自己好好修。师傅，请哦，我先好好修的师傅，你帮我看一下那个91年属羊的，我儿子他的婚姻。哎，不能看了，你看了太多了。哦。91年属羊的是不啦？嗯。现在有女朋友了不啦？他老是谈不成。我看一看。啊，你儿子倒长得蛮好看的，蛮干净的，白白的。嗯。你叫他是的，你叫他放低点要求啊。嗯。现在哪里去找好？哦，好好孩子啊，那么男的女的都没好的，现在大家只能凑合凑合了，青菜萝卜只能凑合凑合吃了，听不懂啊？我知道他不听哎，就是他怎么是个能够成？好了，我听不见你声音了。好了好了。啊，我说他怎么是个能够婚姻能够成功？
你要叫他念经的，念姐姐咒。嗯，我帮着你，我一直都是我在帮着你。你找朋友还是他找朋友啦？他不听你。他不听你的话有什么办法啦？听不懂啊？哦，知道。好吧。哦哦。好。自己有人找到。好啦，自己好好念经吧。啊、再见了，再见了。请你给我开自己的好吗？好啦，不要这样占人家时间了。啊、好的，不要这么自私啊！好了，好再见，再见。他不关不挂电话，哎，哎，挂电话了，挂电话了。我挂了，我挂了。啊，挂了，挂了，怎么还讲话？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。哎。嗯。谢谢师傅，请安。嗯，感恩师傅。嗯，师傅，我想问一个1942年的马，问一下他家里的那个灵性是谁呀、啊？是亡人，家里亡人还是？1942年属什么的？马，属马的女的。1942年属马的。嗯嗯。1942年属马的。嗯。1942年属马的啊，家里真的有个灵性啊，哎，就一个吗？嗯，而且在地下，地板下。哦、是谁啊？是家里的亡人吗？还是晚上叫他来看看你啊？长得那个样，人不人鬼不鬼的，吓都吓死。男的女的呀？晚上你一看嘛就知道，头小的来像人家那种。小鳄鱼一样的，嗯。哦，那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啊，师傅？念掉嘛就好了。念多少呀？头像鳄鱼，身体瘦瘦的，你想想看这什么形象？师傅，我害怕。你害怕？你害怕叫我看呢、啊？我已经跟你说看到了就好了。你要给他念了，要念58张呢。58张小房子是吧？好的，嗯、好的。你们家里过去。有人有杀业的，嗯，是吧？嗯，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，嗯。有杀业，那应该是我爸那边。不知道，反正好好念往生咒吧。好，那我们全家都要念往生咒是吧？是。OK， 好的，嗯，好。然后那个，嗯，师傅您那个帮我看一个那个亡人叫宫在春，宫殿的宫。现在的在春天的春，2005年去世的男的，宫殿的宫，对，现在的在，嗯，春天的春，男的是吧？男的，对。啊，这人家阿修罗道，嗯。哦，还需要多少小房子呀？嗯。还能再往上走吗？不一定，脾气很大，哦、脾气很大，嗯。哦，师傅，您能形容形容他长什么样子吗？想给他的那个家人听听。头发往后梳的呀，眉毛还、哦、眉毛还蛮浓的、哦，眼睛不是太大。嗯。哦。明白了吗？哦、那个，谢谢师傅。那就是那个小房子不用再念了是吗？先试试看吧，再试试看吧，嗯。哦，家里想给他迁坟行吗？可以的，嗯。所以哈，那迁坟之前就是要念小房子了吧？要小房子要念，要念嗯。他现在还好、嗯，他现在开的一个是83章。哦，83章。要家里人帮他念的，83章之后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，嗯。啊、哦，行，那念完83章就可以迁坟了，是吧？嗯，应该没问题，否则他脾气好大，嗯。哦，行行好，谢谢师傅。师傅，我打胎的孩子走了吗？几年属什么？69年属鸡。嗯，走了，但是你有很多闪灵啊，你别忘记了。我有在念往生咒啊，你赶快念，你有闪灵呢。那我想，我不是往生咒一天要念多少遍啊？60遍嘛，59遍吧。师傅，如果我许愿一个大的数字，然后我每天可以不限量的念往生咒吗？可以可以，我觉得你这赶快念了，你这个这么多的闪灵的话，你整天不开心，整天不舒服。嗯，听不懂啊，师傅、嗯，师傅说的对、嗯，我就是天天不开心，天天不舒服。哎，好了，那个赶快念掉呀。我念多少往生咒比较合适啊？多少遍呀、啊？一共？
一天随便你了，好了。哦，好，谢谢师傅，感谢师傅、嗯，我们自己也让自己背，谢谢师傅。嗯，好，师傅再见。嗯，再见，再见。拜拜。嗯，喂，你好。喂 ，Hello， 师傅。你好，师傅你好。我们自己也让自己背。嗯，请帮我看一下88年，属兔子的。业障比例有多少？属兔子的？啊，对。88年的兔子，男的女的？男的。业障比例有多少？还好啊，你24啊。24啊，因为1月份的时候，当时台长帮我看过有34%。哇，你这个消得这么快啊，恭喜你啊。感恩师父。感恩师父。嗯，然后请问师父一下，我要怎样才能在新加坡找到一份好的工作？除了改嫁我不肯吃亏还有自私的毛病，还要怎样去念经呢？还念经，你只能找这种比较呆板的工作，因为你这个人，人家会觉得你脑子有点问题的，听得懂吗？嗯，好，听得懂吗？所以你有时候做一些事情，你只能随缘呐，就是说到老实的，不要去找那些特别特别难弄的事情，听得懂吗？嗯，好的，因为新加坡我有一个佛友的先生，他刚刚开了一间公司，就是做那些介绍工作的中介的，我可以找他帮忙吗？就是专门帮人家介绍工作。我觉得你还不如找佛友帮你找工作了，你钱多啊，自己已经没钱了，你还要非要去找中介啊？没有，他是佛友的先生来的。啊，那就没事，那就没事，那就没事。他不会收我钱的。啊，那就没问题了。像你这么老实的、okay. 傻傻的孩子，你不能去找中介的，中介太厉害了。啊，明白。可是之前我。你这种人跑到哪里被人家就骗，听不懂啊？对呀、啊，对。对呀、啊，就好了嘛。师父之前有讲过。老实点嘛就好了。对的。好的。好吧。感恩师父。嗯。可以帮我看一个53年属蛇的我妈妈，她7月份会有劫，请问过了没有？还好。你妈妈的肠胃很不好。啊。听得懂吗？那、听得懂。他7月份要结，你妈妈肠胃不好，没关系的。7月份要结，已经过了吗？7月份还没过节怎么过啊？他要讲话钱啊。念经啊，7月份之前念经啊，几岁嘛就念多少张呀、啊？嗯，他现在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还要需要放生多少吗？继续放，好吧。好的，小房子数目，小房子数目就是21张呀，21张，好，好吧，感恩师傅，嗯，我修心上还要注意些什么东西吗？多修修智慧吧，嗯，上辈子没做好人，这辈子受报，你不懂啊？对不起，我忏悔。嗯，好了好了，我心经每天要49遍嘛，最好。超过最好、嗯、好的，好了好了，好，感谢师父，再见再见再见，感谢感谢师父。嗯，不容易啊，上辈子做坏事的时候把人家气得来、这辈子这么可怜。喂，卢台长，卢台长你好。嗯，你好你好，我又打通第二次打通的、这次我是包一位龙兄问，1986年女的，属虎的。1986年女的属什么？属老虎的。想看什么讲吧。他说他身体不行，全身没有力气，全身都好难过。他也是修心灵法门的，因为是外地的。啊，他的腰椎间盘突出。哦，还有呢。然后颈椎这里不好，他整个的颈椎都是歪的，所以全身不舒服。他浑身无力、手脚有点发麻。对对对。嗯。他说浑身无力，念经都没有力气。对啊，你叫他睡床要睡硬板的。
好哦，我让他听节目。好吧，最硬板，然后叫他每天要念礼佛三遍。好好，谢谢个感恩。叫他好好的，叫他好好的，还要好好的那个，要多念点往生咒。他过去年轻的时候，还是有点杀业的，嗯。哦，这样的。嗯。好哦，因为他那时候他家里生活条件不是很好，他想放生，但是又没多少钱。嗯，没多少钱，没多少钱还吃海鲜啊？还吃活的海鲜，你就问他去就知道了。哦，那我问他哈。好吧。那我问他。好哦，他那个还有那个，他说他做梦了，梦到自己只有那个五个月的生命呀，他这样说的。他做梦啊，我帮他看看，几几年属什么的，讲一讲。86年属老虎的女的。我看看。哎，这个人真的有点可惜啊！这个人下来叫他来救人的，护法神来救人的，他没有好好救，在消自己的福报。还好了，五个月之后是护法神要把他带回去了。真的？哎，该那个该怎么办呢？赶快跟菩萨许愿呀！我愿意在人间继续救人，我从现在开始我要跟过去不一样，要跟菩萨许愿的。你跑到人间来成愿再来，你跑到来渡人的，帮助菩萨来渡人的，你不好好修，你菩萨就把你带回去，因为你再不带回去的话，他就在人间要沉沦了，上不去了，听得懂吗？哦，这样的。因为他是今年是33岁的官，86年的、哎、刚还有那个、哎、那个台长，他要 念多少小房子呢？一直念啊，21张21张一直念啊。哦，放生多少？放生一样的，2000条。啊，2000条。好吧。非常感恩，谢谢感恩台长、嗯、因为我这次就是为了跟他那种，他经常跟我发那个信息说要发邮件到那东方台，那、嗯嗯、我说我来帮你打下吧。闯祸了。非常感恩台长。闯祸了，闯祸了。我台长哎，我还可以问一个问题吧？问什么？就是说90年属马的家里的房子有没有灵性？只能问一个问题了，90年属马的家里房子有没有灵性、嗯、啊，有一个灵性，很小、哦、要多少张小房子？很少很少，17张就够了。好好好，非常感恩。就是邻居家里游过来的灵性，邻居家里。哦，邻居家里游过来的。嗯，哦，好了，因为我上次3月3号打通了，马上这个月打通了，非常感恩台长，感恩。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师傅好，弟子给师傅请安。哎。请师傅看一个1989年属蛇的，看一下他身上有没有灵性。1989年属蛇的是吧？嗯、对。1989年。1989年属蛇的，1989年，男的女的？女的。啊，肠胃上有灵性啊。要需要几张小房子，师傅？我们多的要58张啊。58张是吧？因为他之前许过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数目，可以从这里面，就是拿出来吗？拿出来，自己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可以的，好，感恩师傅。他妇科也不好啊，妇科。妇科啊。啊。是。我跟你说了，你要叫他当心了，他血脉非常不好，关节也不好。对对，师傅。嗯，要当心啊，特别当心。嗯。嗯，师傅，他身上还有其他灵性吗？颈椎上还有几个小灵性，颈椎。颈椎。需要几张小房子，师傅？这一起的没关系的，这58张给他念掉吧。好的。师傅，那他的业障比例是多少？几年属什么？1989年属蛇的。业障比例倒还好，25啊，嗯。25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那他的莲花还好吗？就15339号。15339。哦，当心哦，莲花不是太茂盛啊，身上心中经常有气啊。是太多生气了呀，太多生气了呀，嗯。太多生气了哦，好的，啊、那他身上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停债的一个灵性，就需要几张小房子？
看看啊。啊，哎呀，嗯，现在，哼，盯了蛮久，每天晚上过来。晚上过来需要几张小房子和几遍礼佛大忏悔文啊？34张吧，礼佛要念108遍。好的，感恩师父。好吧，他这个要情在的，经常在让你皮肤上有痒啊，瘙痒啊，嗯。嗯，是的，是的。啊，你要当心他了，他就是让你皮肤不好，然后血液也有点问题，好吧？好好，感恩师父。嗯，请师父再看一个1986年属虎的，他那个之前有肺结核。只能问一个问题了，只能问一个问题。他现在身体需要几张小房子？几几年属什么？1986年属虎的师兄。男的？女的？86年属虎的。啊、哦，还是不好啊。还是需要几张小房子啊？放生多少？嗯，他要很多。啊、哦，他还掉过孩子哦。是。嗯，还有一个。还有一个男孩在老在他身上骨瘦如柴，很可怜的，贴在他的左面的腿上，所以他的左腿呀、啊、非常啊不舒服，要抽筋啊什么东西的，嗯，对他妇科也不好，是就是就这个儿子呀，嗯，哦，就是这个，好吧，嗯，好，感恩师父，我们师兄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，好，好，再见，感恩师父，再见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听众。